天三周年档，请这里讲一下说三周年接下来的方向，以及在年底大选，民众党有什么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值？那这个当然是啊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嘛。我们也是尽量去推出好的候选人嘛，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的，政治还是有它世俗的一面的，选举还是蛮花钱的，你知道？我们这种小党资源也不够啊，事实上我们也不太喜欢那一种过去选战的方式的啊，所以只能这样的哦 ，do our best，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争取台湾人民的认同，那一步一步往前进，哦，也不要幻想一步登天，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，继续的变强。不过最重要是这样，希望台湾因为有我们而变得更好。